咻，咚。我旁边是不是有谁在我旁边？阿基亚，哎、欸，是是，吗？嗡，对呀、啊。哦，难怪想说怎么射一发又有另外一发从另外，哇，你们另一边应该是扫描吧，还是也是打？啊，也也是是摧毁打。水雷啊，水哦。海草之术。海草，随风飘扬。不下潜呐、就五也不是八跟五啊，八同跟时按五啊，吗？扫扫描描残骸，就是往下潜跟往上提啊，八是往下，在耍我、啊，并没有，不是就啊，是九，这个我知道啊，我说往下潜呢、欸，啊，垂直往下怎么垂？扫描残骸，没有要吧？到没最办法到近垂啊。直啊。哦，哇，还有在上面的哎、欸！咚咚咚咚，我在扫了，我在扫了，我再扫一个。糟了，我被飞机卡住了。嗯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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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剩两颗，那一颗，这一颗。下面，被扫描完了。哇，下面有潜水艇耶！哇，这椰子树吧？然后嘞，扫描，扫描点，要怎么扫？就贴近靠它就近，好，靠近就好了。靠近就好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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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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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
扫描，扫描，扫描，扫描。好了，它是一个圈一个圈这样扫、哦。嗯，三个圈。扫完喽，上岸喽。不是三个圈吗？嗯嗯，我们这边扫完了，我们这边扫完了。哦、你们那边三个，我们这边三个啊。OK OK。哎呦，这台车在水中好慢哦，搞不好很快啊，嗯、看不出来。你可以把轮胎放出来用，这里面跑、啊，然后等下就看到载具已损毁，轮胎已损毁。哎、欸，我上岸了，离开潜水艇。喂，哦，我想说，我差点按 F 哎，搁浅了。谁搁浅了？你为什么搁浅了？忘了开 H， 关 H。就为放晴的天空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有一棵树，它突然长出来了。哈、哦、哈，瞬间长出来啊！对。哇，是不是有人撒骨粉啊？应该是有人撒骨。真的哈、哦。大补丁，大补丁。等候新的队伍。那、啊、是上岸马上按 H 吗？你就快到岸的时候就可以按了。哦。嗯，你觉得轮胎碰得到地的时候就可以按。一样是按住吗？按住，对。就让它变形啦、啊。欸，泡水了啦，骗我。啊！你泡水了、啊，对啊，再变回来，变回去，再变一下啊！这打不开啊，那个，有时候动不了哎、欸。你上得来吗？动、啊，我就不是这里，坏、啊、了，再去损毁。对啊。那你 H 你就按着吗？有啊，按下按着，有啊，它翅膀一直跑开，缩起来，跑开，缩起来啊。嗯，那你试着按一下看看，不要按着，这样按一下看看。这店家跟我手仇恨了、啊啊、没有啊，就那个就是那个武装国度的门啊，我在想里面那个应该是那个老板吧。同一个。难怪我每次去买的时候都没有。哦耶！干，健康潜水艇。
哎、欸，我的头发怎么包回去啊？对啊，怎么包回去了？修好了吧？没有，那个你离开地那个设施就已经包回去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看来所有的水雷都清掉了。从扫描开始。嗯，我是要在这个圈圈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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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吗？我好像鲨鱼哦。咻！你说你那这台车的设计本来就很像鲨鱼啊？对，头上有一根那个鲨鱼的那个啊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！谁乱射？谁？你？没有？还没有吗？敌人，敌人，敌人。对，电脑。哦，我把残骸打得更惨一点好了。嘣嘣嘣嘣嘣嘣嘣！你在扫哪一个啊？左边还是右边的圈啊？右边。嘣嘣嘣嘣嘣嘣！嘣嘣嘣嘣嘣！嘣嘣嘣嘣嘣嘣嘣！嘣嘣嘣嘣！嘣！嘣嘣嘣嘣嘣嘣！哎呀，真的有鱼，这鱼好大，也太大只了吧！深海鱼吧？哦，比较好吃。里面有没有什么蛇颈龙之类的？好像没有这个彩蛋，还是脊背龙可以来去这个麻醉枪抓一下。嗯，我来尝试看看能不能把那个武装国度炸开来。哇、wow、哦！嗯，嘣嘣嘣嘣嘣嘣嘣。安安，你怎么在自爆啊？没有自爆，没有自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噔咚叮，变形回来喽！嗯，反正先按一下就好了。到路面的时候按一下，对，我是按一下轮胎要跑出来啊，对啊，啊，然后就是开不上去啊，它没有整个变成翅膀收起来的样子，有啊，翅膀收起来，头也缩回去了啊，但轮胎没有出来这样子，轮胎有出来，那你等到你搁浅再按就好了，好，对啊，啊，刚刚谁跟我讲说快碰到的，抱歉，你的确也是快碰到了，可是我觉得是我这台的问题耶、欸。你没有人吗？我的发生设计，我帮你把门打开。搁浅哦，那我搁浅哦。嗯，可以。为什么里面不会爆炸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按一下，按了，好了，耶、yeah ！你的飞弹有，你的飞弹有射进去吗？我没看到，我看到门没开啊。我看门是开的、欸。那你？我看到门没开啊。没事，炸不开欸，这个老板。这样呢？一样啊，没看到没开啊。所以我机枪打过去，你也没看到他们。没有，我自己射也没有啊。嗯，我是用机枪打开，他们有打开啦。啊！哎呦！哦，冲凉一下，冲凉一下。哦，坏掉，淋上去，我车就坏掉了。应该不会吧？他说载具损毁、哦，好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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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，好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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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你要进来吗？你下面很舒服哈、哦。对对对，按摩 SPA 一样哦。那从下面怎么变？坐上变英文啦、啊，英文的。哎、欸，啊，八哥，四楼到吗？我们四楼到啦。对啊，有卡 bug 了、欸。我们先离开再过来吗？坐上，他直接变坐上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我怎么
点换另一边这边嘞。他写 waiting， 对啊。等待你的队伍将他们，等待队伍将骑上开上那个车，坐上 waiting for your team to drive the， 对啊。我们等待你的队伍开车，我们坐别人的车吧，换车，还是我们要离开这里？大风吹，他说要我们坐上车啊，大风吹，吹，等待你的队伍，你们每个人都是下面写 waiting for 什么那个吗？等待您的队伍将他运送到，他叫我坐上这台车，但是我已经坐在上面，变形看看嘞，所以是允月那边的问题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那台就怪怪的，是这台出问题了。对，你那台出问题，这台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我的是你前面那台。但我也不知道什么啊，刚好就坐在里面，然后就这样了。那你，那我知道送他上路了。有 bug， 我知道送他上路了。呀砰！我知道送他上路了。送吧，送吧。重来吧！什么叫上大司机、哦？不行，我们没有同队伤害，你想办法。那边有那个啊，那边有油桶啊。我来去撞油桶。那边有油桶啊。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么容易爆啊？这不是枪而已吗？我去找其他东西吧。自杀了。不自杀。好，充两一下。咚！哦，杰克哦，杰克哦，就我嘞！哦、你开过的车就变这样了，你要怎么跟那个租车公司交代？哦，可能他还没给我工商费吧。Deliver 哦，刚是运送。因为之前看八号有说这一章节会卡，有时候会有 bug， 嗯有 bug 又不修，这就是阿星啊，吼、哦，对啊，然后再来说什么你如果使用骷髅马的话，我就把你编掉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我撞掉你们，可恶！你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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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如果把你们撞掉，你可以下水吗？这样水会进去吧？对啊，所以我很好奇啊。可以吗？不要啦，跌会掉。没关系啊，我们都重来这么多次了，不差这一次啊。是这样的吗？有敌人，有敌人，有敌人。是。他是有人在射你。敌人在后面。有人在射你。珊瑚这么硬哦。这有人在射你，有人在射你。哦哦哦哦！我看到一条鱼死掉了。我们要为那只鱼默哀。嗯，我们走看下面吧。哇、哎！你要左边吗？我去右边。啊啊啊啊啊啊！撞到了！啊啊！撞到了！啊啊！等一下，我撞到，哎呦，卡到了啦！我卡到下面去了。你下面卡到？哎呀、啊，就有时候会很卡到啊。哦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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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 bug 总比重来好，真的。总比我们之前遇到整个重来的好。嗯，嘣！哎呦，哎呦，撞到珊瑚了！看你那台车，你那台车有点晃哎、欸，就刚刚碰到珊瑚了嘛，那难免难免哎。下面有洞，我要钻那个珊瑚洞。喂，这个珊瑚，感谢礼物。鲨鱼，
谁会带行动电源去上厕所啦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刚刚就是有在问说什么？你在上大号的时候没带手机，还是上公车时没带手机，那个比较惨？然后就看他们聊，聊到后面是前提是你没有带行动电源上厕所的时候。好、啊，这跟行动电源没关系吧？谁会带行动电源上厕所啊，先生？对啊，不是啊，你就上厕所也不会太久吧？对啊，有没有行动电源？这不是重点了吧？我说手机没电啊，怎么办啊？不要带啊，带书进去看啊。对啊，手机没电，你都知道他快没电了，你还把他带去厕所干嘛？对啊。中了耶、嗯！等候您的队伍运送他们的史特马龙贝。感觉是刚刚这是杰克那一台快坏掉，刚跟杰克的路有点坎坷崎岖。哎呦，不知道。可是坏掉，他直接说坏掉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拍手！你刚刚钻过珊瑚洞哈、哦。看得出来，看到就想穿了。还是你刚刚也在玩水啊？在玩水？阿纪啊，你在玩 ？No， 不知道。哇！等候队伍。谁的？是要换谁的车？哇！我的是等候。我也是等候、啊。我的变上车了。对啊，现在换你原来的。你刚下过车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刚刚从头到尾都没下车，我一直坐在。哇，哇，有 bug 啦！等候您的队伍。伙伴，哇，要爬文看看有什么解吗？哇，繁星，你的车有范围耶？不对耶，现在是这还是谁的车？没有范围，就是我是那个老大、啊、CEO 的、啊。哦，就我现在我虽然坐到车上，但是他叫我坐到这个。诶。换车出来，我开看看你那车好了。哎呦，能开看看吗？看，还是老大要看那台有问题了。对耶，为什么这台是坐上去？他说还是坐，叫我坐上去啊？不知道。老大限定款。来，我坐。上不去啊！你上副驾。不行，哎、欸，等候、欸，哎，老大限定款哦，老大限定款，北七哦，这是老大限定款啊，我的妈，有这回事哦，老大限定哎、欸，哇，然后嘞，哇，有这种东西哦，按哈切换镜头要干嘛？现在，我现在不能动啊，哦，过了，还真是老大限定款啊，老大车哎、欸，天哪！哇，还有这种东西哦！老大的车哎、欸，天哪！老大的车不能乱坐啊，坐错了要坐回来啊！哇，所以刚刚我们其实就过了啦，就只是嘿，要坐对车，坐错车，他扔屁股的，扔屁股的，这台车扔屁股，那台车设备 MOS 级的，对啊，嗯，不一样啊，那个设备是老大做的。人车跟人的组合，真的车跟人的组合要对才能过关啊！感谢礼物，主管车敢偷开啊！啊，那天第一老天第一次玩的 RP 就是偷了他计程车司机老板的车，然后还载着计程车司机老板去车店买东西。哇，然后要存车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就说：“我突然发现这车牌好像有点眼熟，这该不会是我的吧？”就他们就停车的时候，那个老板真的把车停进去了。插哈记，哈记不在，插我，就插你一个，哈记要被插你一个，要我，你们要他一下，好，我买护甲，就插你一个。差你一个，我不给差，可以啦，送出邀请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你说外星人装备了，这个是要玩那个才有的哎、欸。
决斗竞技才有哎、欸。嗯，可以买吗？不行，要决斗竞技点数啊。那可以直接买，他可以直接用钱买啊。不然为什么那解锁是干嘛的？没有，他是要么你用那个竞技点数买，要么用大用钱买。哦，这样子的意思。哦，给我买，老板不给我买。哟，这好谨慎哦，买一下好了。不是我的存在，那那好明显哦。这无视我的存在啊，这老板，你在无视我存在啊！你说我，哎、欸，关门了啦！你在无视你干嘛啦？我在买东西耶、欸，挑衣服，你很烦呢、欸，弄他，接客哦。还好我们在附近，他不让我买东西啊！我啊，你不会去单人买哦、喔？你影响我干嘛啦？哦，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商店了。烦呢、欸，看衣服哎、欸。不让我买，打杰克打他干嘛、啊？杰克死了会再复活，他死了还不啊？还是他死了也是会复活，只是复活慢一点。来偷打路人打架是不是啊？是看我不爽，有病！你跑过来是不是？啊啊哦，怕了吧？老大，干嘛？老大还不爽，老大还不爽，老大生气，摇了，噔噔噔噔，最后了、欸，嗯。哦呦，老板，我又来了。你怎么干嘛啦？快跑啊！你也来了，他复活了，他有两个老板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有两个老板，我要看一下。再来呀，两个了哦。你杀了一个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没看到。两个，我要看。那为什么会有两个老板？我贴近了罗。而且还有一个老板站在前一个老板的后面，合法啦。What the hell？ 对啊，现在可以买东西吗？欸、可以耶，可以买了。我不行啊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去打老板了。是这边可以拔枪吗？再看紧身衣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拔枪啊，他会打你啊。太空人装好可爱哦。买了啊！他就要来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吗？我们这边啦、啊。我们这边。哦，不是繁星这边啊。哦。那算了，好远啊。哎，老板，你看金人罗啊。啊，那就。好。哎、欸，嘿，老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为什么有血迹啊？上一个老板的吧。不哦。你这里有看到血迹吗？我没有。你看有，我没有。地上，我看地上有哎、欸。我看没有，我只有看到弹孔。嘿，老板，不卖我东西是吧？老板，好恶心、哦。不卖我东西是吧？哎、欸，刚刚第一个老板死掉了，他店还是开着、欸。对啊。啊，走了。九幺个，要什么？寿司。看衣服啦，寿司。哦，好。不用那么凶吧？挑衣服挑一半不见，很不爽啊！他不卖我东西，我也很不爽啊！打杰克咩？说服，哎呦！哦。哎、欸，老板。哦。哦。我的血，那是刚刚我的血吗？我死掉吗？金火走私。嗯。考生辛苦啦，考完了。记得有没有买这个啊？哦。哇哦。哇哦。哇哦。哦。这里有买裤子、啊。紧身。那么丑啊！
等一下会不会有三个老板？我不知道，我出去一下看他会不会重生好了。变成三个，三胞胎啊！啊，这个，干，等一下，这是谁？你怎么那么矮呀、啊？什么时间？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，什么？看你，你这个样子真的很像 gay、欸。你们进地堡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挑衣服。我去设施，等下邀你们。我觉得你这一套不错啊，就维持这一套啊。然后可以搭的话，搭那个热运动短裤。刚刚死的位置哦，可能。这个也不错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嗯。要设施讲一下。好。嗯。哎，老板，那、欸、老板不会再出生啊？不然变第四胞胎了。老板出来，只有串成啊，他就以那个次方成长，有没有？后辈成长。洗车，洗车，洗车底盘。哎呦！对。啊，抱歉。啊，抱歉，我只是要洗车。你说很花俏的那些我是不会买的哦，很花俏哦哦哦哦，要求要求要求，杰克，你可以不要马上跟着进来吗？我刚刚可以邀附近的帮会，还是有的没的的，那就你一进来那个选项我不见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他不是只是邀附近的好友吗？他不是有邀帮会跟附近好友两个选项吗？好。那我要再上去一次吗？不用、哦。嗯，好了，好了，我再确认一下老板会不会再出生。哦，没有了，单色的。嗯，等一下再看。看啥？我的后面也太大，太红了。啊，对，我要看哈记。哈记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一套嘞。啊，这套也不错啊。为什么？背后，你背后怎样？皱皱的而已啊。哦，没有红色一块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皱皱的啊。看得到。没有啊，没有红色一块啊。我以为这很像侦探还是什么？你就穿大衣啊。铺路狂吧，就叫你不要穿裤子了哈。你就变铺路狂啊。然后他刚刚那一套比较就是毛皮大衣，再配上他的那个脸跟帽子。然后裤子没穿吗？他有穿，他并没卖裤子。他没有卖短裤哦，没有，那卖套都是卖套装啊，跟鞋子、哦啊、配件，可以配一件短裤的，这样就那个了。啊，等待先前的交易啊？我先前交易，先前的交易，就他又卡 bug 不让我买子弹跟护甲啊。感谢小俊的礼物，跑来我这里了。小俊到处送的，感谢小俊。嗯，这才说明那个先前交易卡住，所以你的那个武装国度才不能买啊。有可能。嗯。你上一期账单还没交，还想玩啊？我卡刷了，我都有缴哈。
潜水艇小队，空中支援，那比较轻松啊？不是啊，我不是问你。我记得潜水艇下去好像是看动画吧？哦，我记得是不是里面对对对进去，然后好像听说火。